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打给谁？哎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打给？我打给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打给。打给两个字的两个字的，我知道，丫丫呀，就是此时过后的马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可能会打给丫丫。好，那如果是你，你打给几个字的呢？你呢？你是不是喜欢打个两个字的呀？什么？你是也是两个字的呀？我太难了。对呀，你打给两个字的人是谁呀？还是？三个字还要拆开的呢，两个字，不会是张欣吧？当然是楚文啦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打给谁？先定好吗？先定好。你觉得我会打给谁呢？打给谁呢？打给谁呢？几个字啊？你猜啊？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很多哎。跟你想打的人一个队的。一个队的。哦。哦。那我就说不出来我想打的是哪个队的呀，我就想是广州的还是上海的。你说呢？那个一个队的呀。哦，跟我一个队的。什么？跟你那个一个队的。跟我那我哪个啊？朋友哪个啊？跟你一个队的。我当然是打给吴宇。